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霹雳点播站。我们目前都有持续征集大家想点播的歌曲，那么今天就来听听大家点了什么歌，以及大家想说的话吧。首先的点播者是小蝶，他想点一首《爱你的是我》，送给亮哥还有佳莹姐。他想说的话是《乔婉在线经典合唱曲现场版》。再来的点播者是无真岁月的许少主，他想点一首《追忆夜时之药》，送给离人公子和正在人生旅途步步高升进化的自己。他想对语别和自己说：“有你的出现，让我更确信所执行的一切皆能延续新生。”感谢语别写下这么一个与我性情、天赋如此相似的存在，来自其他国度却有一双明察尘世的双眼。
听完今天的歌曲，是不是还意犹未尽呢？或是你点播的歌曲今天没有上线呢？我们接下来也会持续举办霹雳点播站，也欢迎各位戏迷朋友们持续投稿喽。而更多的霹雳最新消息，也请锁定每周播出的霹雳英雄同乐会，或是上霹雳网都可以获得最新资讯哦。不小心错过的话呢，每周一晚上在霹雳 YouTube 频道上面也可以收看哦。希望今天的节目大家会喜欢，大家拜拜。